朵梅乡的十二寮农业园区，有栋坐落在水上的美丽建筑，午后水面反射波光，总让造访的游客赞叹不已。花了三年的时间，从台中以北，我们每个礼拜都去找。那这一块是也是偶然的机会。屋主田台铭年轻时跑船的因缘，练水爱水，和妻子多方探寻，意外买下峨眉湖畔这个秘密基地。有候鸟为伴，美景尽收眼底。鸟会从我们的眼睛这样飞过去，啊，如此现在开始，它是十月十号开始过来，然后一直到明年的清明节开始回去。湖畔风光美不胜收，为了让建筑恰如其分地融入大自然，田台铭特别选用朴素的清水磨工法。它是水泥浆灌出来，但上面有杉木板的纹路。耗费近十年才完成的梦幻建筑，屋内的设计处处讲究。大片落地玻璃巧妙借景，自然风光延伸进屋。田台铭笑说，私房美景只为有缘人呈现。一个是当然是有缘分才会来了，那还有一种就是走错路的进来这样子。都有美景，我们说心情很好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心情浓厚。心情浓厚，那如果你心情还不错，我们说心情还以后。心情还以后。心情还以后。